大地艺术季的主题，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从事创作大概20几年，真的太平洋虽然看起来真的非常的美丽，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可是说真的，到底有没有人管？大家都只会欣赏，关注的人其实是非常少。那我记得在20几年前，东文处在东海岸设立之后，事实上他开始在这个地方成立了很多的一些景点，那对整个东海岸的发展来讲是正向的。可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多的这些海废逐渐在东海岸填满了所有我看到的视野，我再也看不见我的路。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这个岛屿，然后我们一直忘记我们身体里面那个海洋性的部分跟海一起呼吸的部分。其实生命的起源是来自海洋，那当我们生活在东海岸的时候，这样的体会你会更深刻。今天介绍的是 George， 他也是一样，他其实也是一位表演艺术家，他不只是做视觉艺术创作，那他也甚至是毛利族的文化人类学者。恋爱。